他们需要我呢，我去帮忙去，对，不需要我再回来，没错，别招人烦了，还真是主动再回来，哎，嗯，是不是？你别等着说您回去吧，你还甭等说这个，哎，家有人能接，有人送，有人接的，我就往后退了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，在前门大街西侧的云居胡同遇到了一位活得通透的大妈，说起与儿子的相处之道，大妈的一番话点醒梦中人。20多年吧。您住时间不长啊？91年搬过来的。您从哪儿搬过来的？我原来在杨梅竹，在杨梅竹斜街啊。对，我从那儿搬到这儿来的。为什么搬这儿来了？这边有一间房子，给了我一间是这儿的房子。那儿的房子交了？那的房子没交，我们人口太多，不够住的，又给您多加一间。哎，对，又给一间，有十来米。哎呦，那您还真幸福。太幸福了啊！还给您多加一间，那再加最起码解决实际困难了，真不错。您是从哪儿给您加的呀？房管局。房管局啊？啊，这是房管局给加的。哦，啊，那这房管局还真好啊。因为我们大儿大女的，嗯，儿子也挺大的了啊。我们那屋也就十米，在平房，在那儿就都说十米。哦，在杨梅竹杨梅竹那儿哈啊，这儿呢11米。这儿啊也就11米，还多一米。可以，多半米都高兴，真是啊！我们自个儿搭小厨房，啊啊，搭小厨房有6-7米。您跟着那个老伴儿一块住？老伴儿没有了，就我一人凑过来这住呢。哎呦，您一人啊？啊，一人够住了。一人够住的，我不经常在这儿，有时候上大兴，给儿子看孩子去。哦，他那边杨梅竹不是腾退吗？啊，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户口，所以就不能给我们房子。儿子在大兴买的房？这是也拆迁过去的。从哪儿？您这好家伙，这房子不少啊！啊，从哪儿拆迁过去的？就是从那杨梅竹。哦，也是从那儿过去的。啊，也是从那过去的。哦。啊，那还真不错。那边给一居室。嗯。我们那边吧，那边要有户口，嗯，他也许给我们2居室。明白了。因为我们那边没户口，他要是不给两居室吧，那就也走不了。明白了。啊。我们小叔子在那边住。哦。人家三口有户口。哦。我们家儿子在那住呢。没户口。没户口。就给一居。啊，就给一居，小叔子给2居，啊，小叔给2居是，没错，啊，是吧？给2居，嗯，他在哪儿？在那个高米店，他那挺宽敞的，行，啊，2居室挺宽敞，真没多大岁数，我看着我白头发，今儿68，68，啊，那您还年轻啊，人都说我86了，上车都说那个你有80几了，我说86了，我一反应我说86吧，别说68了，人都说我68了，我再说68不是不合适了吗？没错，那你就说86。我就说86，有人照顾您。那个，跟老人让个座，跟老人让个座。没错，啊，特主动给我让个座。我想说86，人不信我呀，是不是？我满头白发，嗯，我就是啊，心碎。我30多岁就少，特别少。嗯，但是我30多不上班了吗？我就染，这2年坚持不染了，下定决心不染了。大妈，啊，您这真喜庆，这正高兴。这天天遛狗，您这跟大佛爷似的，真喜庆。他家没小孩，就遛，拿那当小孩养的，他有一小狗。人当孩子养上班去。比以前在清河。清河，清河，清河毛纺厂。不是，那个是奶牛研究所。啊，研究所。研究所属于科研大会吧，就是说。那您是属于科研人员啊？我不属于，我们属于工人。您这个退休工资高吗？现在4000多。可以。就算高的。一人够吃够喝。还富裕的，还给他们添的。哎呦，你还富裕，真是。还给儿子添的，你不添他哪够啊？真好。啊，有地儿住。这辈子人都勤俭，您这辈人是吧？啊。反正勤俭，咱不浪费。不浪费，没错。剩东西坏，咱也不吃。嗯。别让他吃了一场病了，花钱更多。这是挺好。是不是啊？没错没错。能吃咱就吃，不能吃了该扔咱就扔了。哎，咱也不做那么多，关键是没错没错，一人你做出30盘来不可能。嗯，我做一顿吧，够吃一天的。哦，省了顿顿都够我吃一天的了，明儿指不还想蹭饭去了呢。哟，上儿子那儿蹭是吧？那我就不做了呗，上他那儿了，咱上他那儿吃去了呗。您啊，真喜庆！我跟您说 啊，您长寿。我这人啊，大大咧咧，没心没肺，大咧咧挺好的。听我们老爸多活几年。啊，没错。就他太冤了。啊。啊，他没等到退休，他就走了。哟，您拿退休金呢还？他50多点儿，是不是得病了？啊，对。哦，他得大病了。哦，他50多一点，他就走了。哦，那走的挺早的。走了15年了吧？哦，啊，我听多活几年。好，生活条件又好。没错。不愁吃不愁喝了，
一米，这我一米十来米小屋我也够住的。他需要我呢，我去帮忙去；对，不需要我再回来。没错，别招人烦了，给人三狗一个生活空间，对，咱们也长得好是吧？不又不老又不小，跟着勤业。真好，这老大姐，你说您这个好，这么通情达理的这种人太少了，您这个少吗？少。我这人吧，人说爱什么说什么，反正不少吃不少喝的呗。我老觉得多拿几个退休金，那是真实惠的。还真是。干了这么多年，从十几岁开始干，干到五十退休，你还不拿，多拿几个退休金吗？他们也高兴的，我也高兴。这孩子呢，他更乐，一天奶奶叫着，两天不去吧，来电话。想奶奶，想奶奶，奶来吧，让奶奶来吧。他上托儿所。有时候吧。他没人接的时候呢，我也去接接去。哦。没人送的时候，我在这送。他们有时候早晚班。嗯。早上老早就走了。他送不了，而晚班上晚班。哦。所以我他就打个补丁之类的。行，挺好。是吧？行了。祝您那个健健康康，谢谢呀，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。他妈的一番话说的有一定的哲理，与儿子的相处呢，就是若即若离，若远若近，这才是恰到好处。您看了视频之后有什么想要说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一次再见吧。